今天要正式登场，先欢迎两位当家的获胜棋江国斌。欢迎，接续欢迎陈柏宇、许君君、陈千文、何一佩、高允翰、严长宪，欢迎大家来。好，我们先来，长宪来到一佩这边好吗？好，来，我们先看向正前方，请大家在此刻拿出你的手机相机，这是珍贵的拍照时刻，也给你的安排非常非常紧凑，因为我们稍后还为大家播出精彩的第一集，所以今天拍照时刻就在此刻。好的，正前方深深挥个手，我们请大家先看向官方摄影机，谢谢各位。好，正前方 OK， 我们一起看向右手边的摄影群，视线一起来，右手边，大家一起往右边看。好 ，OK 了，好的，来中央这边，我们再看一次。好，左手边的摄影群，我们也来看一下。好 ，OK 了吗？好，后面有很多可爱的朋友，跟他们挥挥手，欢迎他们一起加入我们的愿望，谢谢。好。来，我们请引导我们这一群好朋友们准备入座，来跟我们进行后续的今天的愿望首映会，谢谢。刚刚看到的是我们果阳兄弟霍正奇、江国斌剧中饰演的这样的角色，那么跟着他们的高家八位一起来到我们的首映会的现场，即将为大家介绍的第二组团队有两家人，我们现在介绍皇家六位，我们要先欢迎也是当家的，欢迎尹昭德、德兴一起登场，欢迎两位。好，来，我们先正好定位，接续欢迎韩一邦，欢迎尤诗瑾、陈淑芬、罗雅棠，欢迎。好，我们正到另外两位，好，接下来我们要加入林家两位，热情掌声欢迎张琴琴姐，还有我们的罗巧伦，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好，来一样的，我们先来张大合照。好，你说琴姐他们吗？跟巧伦吗？好，那琴姐跟巧伦，我们站到那个另外一侧。好的，没问题。好，大家靠近一些，来，森哥挥个手，我们先让官方摄影机留下一张大家今天盛装出席美丽的照片。台上的大家欢迎拍照，拍照之后欢迎立刻上传，我们开始进行社群媒体的洗版，让全世界知道三立全新的八点档大戏愿望就要正式登场，今天是我们盛大的首映大典，希望大家也在今天共同感受到我们做戏的认真以及对新戏的用心，谢谢。好，左边来看一下，来，大家一起左手边的部分。好，右边都拍照了吗？不好意思 ，OK， 好，我们跟台上大家挥挥手，我们来入座了，谢谢。工作人员引导我们的演员群进入到我们的座位区，准备进行后续的观礼。好，第三组即将登场的团队是我们的陈家人，陈家总共有五位，我们要先欢迎女主人登场，欢迎廖以乔小姐。好的，她的一对帅气美丽的儿子女儿林轩宇、楚翔一起登场，欢迎马佑星、邱子欣。来，楚翔，我们站到以乔的右边好吗？好，好，来，我们五位先看一下正前方的摄影群。好，我们的以乔这次呢，在这个剧中饰演的是陈家的女主人，不过看到她现场这个亮丽登场现身，在这边美丽的风采，剧中她可是经常素颜的演出，而且这次她的搭档陈冠霖，那么在这个剧中他们将会有精彩的对手戏，欢迎大家在日后准时锁定，敬请期待。好，正中看，来，我们看向大家的左手边 ，OK 了吗？右手边都 OK 了吗？来，我们跟台上大家挥挥手，然后就坐了，谢谢各位。
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引导，请来这个跟我们一起入座，来进行后续的首映会的管理。好，第四组人，我们有方家有八位要一起来准备跟大家见面，热情掌声，先欢迎在方家当中这对恩爱夫妻江宏恩、刘小毅，欢迎两位。来来来，宏恩往后再谢谢这个，对，大概在我这边。好，来，那我们再接续两位之后，热情掌声，一一把他们介绍出场。高承恩、夏雨欣、陈子璇、李瑞生、黄玉荣，还有碧妍，哇，帅帅美美一家人一起出场。好，来，我们一起先，三哥你安排个位置。好，我们请碧妍站到子璇的旁边，来来来，来，我们再向，好，玉荣这个方向吗？好的，来，申哥挥个手，我们先一起看向申哥，先一起，好的，江宏恩跟刘小毅在剧中是一对夫妻，刚出场的这样的状况跟戏里是不一样的，今天应该是刘小毅最有身份地位的一天了，待会看戏你们就知道了。我们让他好好享受一下他这个角色在此刻的高光时刻，因为之后他是很悲惨的一个女人啊。好的，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精彩的剧情开展，要请大家好好的锁定，密切的期待，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右手边的摄影群，来，好的，好，那我们一起看左手边的摄影群，左边第一排摄影群，看一下。好，我们让刘小毅尽情的笑，待会他看到戏就笑不出来，他已经知道待会会看到自己多么精湛的演出。正中央再来一个，好 OK 了吗？是他的，他是女儿，好的，OK 了吗？好，谢谢大家哦，来跟台上大家挥挥手，我们准备入座了。今天来看的好多的好朋友，来，工作人员我们帮忙引导一下，请这一个可爱美丽一家人准备入座了。好，即将登场的是最后的一组人，是我们的周家人，周家总共有八位，当然此刻我们要先热情掌声来邀请周家八位当中三位在周家举足轻重地位的三位演出人员，热情掌声，黄少奇先生、江宏平、赵新元，我们先欢迎三位登场。来，一人在一边，少奇的右边赵新元，这是我们资深演员，这次加入三 B， 用掌声欢迎他，谢谢。我们美丽的主评这次也是强势回归，这次少奇演出的是三明治，右边是妈妈，左边是老婆，剧中有什么样精彩的展开，我们要好好密切锁定，这一家人连小孩都很有幸，欢迎李嘉庆，欢迎华千涵，欢迎黄圆圆、王胜宏、王庭烨，来，好 OK， 靠近一点点，好的，我们这一次看到少奇带着非常棒的气色，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加入我们的台湾台的全新八点档大戏，这次跟他配对的是帅气美丽的江祖平，那么此刻大家看到他非常的温柔婉约，在剧里头他也是会有演技大展开，让你惊世的一面。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赵新元是我们的资深演员加入行列当中，然后跟我们在这里呢将会跟江祖平有非常多精彩的对手戏。我们的黄少奇刚过生日，希望用他生日的好运气祝福我们的新剧收视长虹，好不好？好，拍照都 OK 了吗？来，大家跟台后面的大家挥挥手，谢谢所有参加我们今天首映会的好朋友，也请大家，对，我们把这群演员引导进入我们的座位区来。好，今天我们即将要看到的是精彩的片花，刚刚还跟制作人特别聊起来，他说其实拍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他还没有真的认真完整看过一个比较
精彩剪辑的内容，因为他说他们每天呢，哇，来来来，送上麦克风，好好好。好，好，上来了就先来打声招呼。你的发型很可以，今天。大家好，我是花千涵，我是机车珍妮。我今天的发型非常的用心，主要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弟弟，我全家人都很高，所以我用了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发型。是，那给他们看一下你后面的造型。哇，今天真是应该有增高个五公分，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好好，花千涵在里面的角色，稍后再来跟大家好好聊一下。好，那就从这边轩瑜开始，我们先跟大家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轩瑜。耶，我这就是演的角色，为大家介绍一下。最常被这位头发很高的小姐欺负的陈小春。小春。好，小春旁边是诗景，来，诗景跟大家介绍一下角色。大家好，我是游诗景，然后戏里面我饰演的是高维云，是一位好太太，好媳妇，所以今天穿的比较温柔一点，因为婆婆在。有感受到你的温柔。好，旁边哇，巧伦来了，好，欢迎你。大家好，我是巧伦，然后这次饰演的是林美妍，是希望赶快把自己嫁出去的。哦，戏里面也是一个这样的角色，还没交过男朋友呢。哦，好好，辛苦你了，我们戏里再慢慢帮你找。好，来，旁边是我们的子欣，这是我们的四叶草，来。Hello， 大家好，我是邱子欣，在《愿望》里面饰演的是刚刚在片花里面被质问是不是劈腿的那个冬雨。是，突然间很激烈，可以可以，你这样很进入状况。周晨先生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周晨恩。耶、yeah, ，就这样。哎，就这样，我在《愿望》里面饰演方冠杰。你看他离我们两个多远？对啊，这样比较好，先避嫌一下，戏里面再慢慢去好好跟着他一起互动。里面可以慢慢介绍。对，好了，周晨先来说好了，麦克风在你手上。这次第一次加入这个我们的台八，对不对？从一开始就进来，然后一开始看你就被人家壁咚了，感觉他来说福利也还不错。然后还有新公主抱，你什么都享受到了。然后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加入的一些这个你自己的小心情。小心情，其实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其实蛮忐忑的，然后遇到了好多的前辈长辈，然后这真的是每一个演员，然后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对我非常非常的有耐心，因为毕竟台语并不是我很擅长的一样东西，是，然后他们就是一直在就是在旁边提醒，是，对啊，我觉得这一点让我非常的。觉得很安心啦，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有，刚刚你的母亲叫得非常的大声。有啊，她每天都会过来跟我打个招呼啊，她哎，你好，你干部。好啊，那这部戏呢，当然也会让你过足戏瘾，你还要周旋在这么多美女中间，这么多，还是只有这两个？没有啦，你不能太多啦，主要对，主要还是两个。OK OK， 好，主要还是两个。对，主要的是两个。没有，因为还有妈妈算进去。你要哎。还有妈妈，你还哦，是是是，妈妈最漂亮，你们都还好，大概是这个意思。好啊，那这次这个，对啊，这次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跟你第一个有对手戏很激烈的就是花千涵哦，你这次很激烈，丢包包丢得很开心，比去丢投篮机还要开心。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好不好？你这次这个傲娇的角色，我非常感谢，就是编剧写到丢包包这个桥段，然后也非常感谢副总还有导播，他们在排戏的时候都会帮我加很多很有趣，是让我看起来尽量不要这么讨厌的桥段。但是其实蛮讨厌的啦。没关系，这就是我的功能，我就是有这样子的功能，才能显得他们四叶草非常的坚韧，然后茁壮长成大树。我知道这是我的任务。我一时之前看预告都以为说哇，你只是就是傲娇，也没有今天还有点三八，我觉得这蛮好的。你贴上那个玻璃窗的时候，我个人觉得遇到陈恩哥的时候，是是是，对，遇到陈恩哥的时候，我就是会有恋爱脑，然后满脑子满所有的心里都是他，但是我对工作也是有事业心的。在里面实际看不太出来。好，大家希望看播出的时候可以看得到我的工作能力。但是看你那个膝盖洞，看起来你卡塔乌北派，就是感觉整个状态。卡塔乌吗？对，还不错。你想那种东汤去，觉得很嗨。但你为什么要泼拉咖啡？对呀、啊。是不是？对不起，我这个我压力真的很大，因为这种泼东西，然后它是有颜色的，
真的，所以等于说我只有一次机会，我不能泼歪，我也不能让那个水花看起来太细。他一直说泼我，拜托你泼我好不好？我真的我觉得被泼压力没有那么大，可是因为如果不准的话，全场会因为我重来，然后泼的时候那个水花要够漂亮，要洒在脸上，对，要够漂亮，我又很怕灌到他鼻孔里面，然后滴到他身上还要够好看。对啊，然后他最近就是不敢喝美式，所以我在想说下次可能要换一下那个燕麦奶拿铁再泼，这样子就可以了。是换一点口味，或红茶、绿茶什么的。我觉得现在被你讲，哦，对不起，我入戏太深。没有没有，剧中想要戒饮料的人都来找花千涵，他一人泼你一杯。刚刚丁丁坐在我旁边，他看到我的画面，他想说。你是在演你本人吗？我说不是，我不是。哎，不过这样表示你很成功，你演出了一个让大家这个记忆很深刻的角色，把你本人都记起来了，好不好？接下来这个后面就靠你打口，可以继续这样傲娇下去。好的，谢谢。那看你到底会当上总经理是不是？要看我爸爸妈妈。你爸当时没有这个意思。还有一点，我非常开心，因为上一档我没有妈妈疼爱嘛。然后这一档我是一个妈宝，我好享受这件事情。是，好啊，待会再好好问你妈。OK， 阿伯的事情以后再说。阿伯的事情以后再说。好啦，刚刚看到那个轩宇，就是在里面看到了你真的哭戏很多。哇，对，我好像真的哭戏很多。你旁边那一排，因为我一直被欺负啊。他超会哭的，真的。没有啦，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世目前我自认为是。这个角色自认为很悲惨，嗯，因为没有爸爸嘛，是死要跟妈妈杠，就是我就是没有，嗯，其实明明我有，对对，那爸爸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我心里一个很负面的事情了，嗯，好不容易去上班要赚钱，又要被他欺负，对，然后嗯，还要有，对，这接下来就有剧透问题，就是好姐妹之间还是会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对，我什么都要哭。好，那就先讲到这里就好，因为我今天讲了很多很重要的关键时刻，让大家在开播之后好好去这个随着剧情细细品味，细细品味，然后追索一下这故事到底是怎么开展来的，对不对？那世锦这一次看起来也是一个蛮苦情的四叶草，在工作不会，在家里好像有一点是吗？在家里工作也会哦。我想说咖啡是泼到别人，这他们都在旁边惊讶而已。哦，是是是，好啊，世锦来 说。就在家就是一个使用人。嗯，对，就是可能你下班很累回家，你还想要吃饭的时候，婆就会说，哎，那个衣服还没洗，哎，那个客厅还没整理，哎，那个帮他那个舀汤啊什么的，啊，那吃完了拿进去，就从头到尾都没有时间吃饭。被使用的。对，所以被使用。好辛苦哎，对啊，但你应该触动某一些人，其实有些人真的就是这样在照顾着自己的生活啊、家人啊，然后可能。可能心里头也会有一些什么触动啦，那到时候就看你的角色带给大家什么样的那种，好不好？好的，期待，对啊。乔伦呢？那个恋爱脑的部分。追剧啊，花痴啊。那这边看上去的，我们先不要管到底要配谁，你觉得哪个你看起来最顺眼？好啊，不好说，好，那就到这里。这样就不得罪。结果讲出来说啊，江祖平，因为他最帅，这样也不错。好，对你这次的角色有什么这个，跟我们先简单分享一下，是一个会先背叛姐妹的人吗？看起来像。啊，我过分讲，那剧透。没关系，那个别人的妈妈已经讲了。对。帮他猜。不是他猜的，他猜的。因为都不擅长演好人啊。哦。不擅长演好人。他不擅长演好人，所以他最容易看出来谁不是好人。感觉上来说也是这样。好啦，那这次我们也期待你加入之后，这个四叶草有一些是特别的，我会努力，比较属于那个脑残的部分的，就先让你演一下，是不是？好了啊，朱子欣，你的角色好可怜哦，很可怜哦。对啊，你那天讲的都真的哎，然后这样看起来可怜一百倍。对啊，是，那你要分享。我觉得我哥比较可怜哎。啊，你哥比较可怜。好笑，好像你。哦，对耶，你劈腿？对耶，没有，你劈腿，那是问号，问句，还没有证实。哦，对耶，还没演到那里。你跟他哥哥在戏，哦，还没演到那里，好，不好意思。我说还没有。好啦，很想批，不管怎么批都可以啦。但其实里面呢，就看到你们这个四叶草还是有他很特别的一些精神啊，还有提醒大家在职场当中一些，对不对？一些鼓励。我们就愿望嘛，相信愿望就会成真。希望大家都许一个好愿，不管在职场或生活当中，好不好？好，那我们这一段分享先到这边，谢谢你们。谢谢，那跟我们入座，继续进行后续的那个典礼的完成。好，第一组是我们的四叶草，加上我们看到这个
两位可爱年轻的好朋友。接下来这一组人，我们即将热情邀请好，让在这个地方呢听他们分享一下拍戏的甘苦。黄少奇、张祖廷、张宏恩、刘小艺、廖以乔、霍振奇，欢迎大家，来来来，可以可以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好，来，哦，这边这样过来就四个帅哥了，然后那边两个美女，是这样子，是帅哥，我觉得你安排得很好，然后这感觉上来说，先问第一句话。廖以乔小姐，啊，你昂高一点，戏里也没有啊。今天他那个，你把他藏起来，你就是注定被棒打的喵啦。他一贯的就是作风这样子，对，戏里戏外都失踪。真的真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他出现的时候。嗯，今天这样安排也是有道理，因为戏里面这两个人就是死对头，我们把他离远一点，至少首映会上比较吵架。不然的话，想看什么演出，我可以。不然等一下我又披头散发了。真的，但那天就是以乔跟祖平一起出来的时候，特别有讲到说，你们两个在里面其实就很大的那些这个对手的冲击，对不对？然后今天果不其然，哇，廖以乔真的是跟人家打假的，他回首的时候都没有再跟你客气。我就跟你说，最狠的是他吧。我也是这样想。我也是第一次看我那个样子，哎。对啊。好爽。好爽。好过瘾。牙我就知道你有私心。我就知道你放感情的在打我。没有，我对我真的有放感情的戏里面，我对你很有感情，真的。谢谢你激发我这一面。帮我捡起来，我告诉他我要提高，谢谢。对对。好了，那这样安排刘小艺在以乔旁边也是我们的优异，希望你能吸收到他满满的复仇的正能量。我也希望，對，他在里面真的最可惜。是说我后面会复仇吗？对啊，欸，所以呢，我们都一直这边是金氏媳妇，那你这边演的是？我也是，我是金夏的金，金眼睛都在金，有没有？金夏媳妇，对对对，媳妇。好了，但这次配给你张宏恩这样你。应该也是蛮再续前缘的部分嘛，上辈子是演他的妈妈，这辈子他演我老公，报恩了吧？是。不过上天是公平的，是怎么说？上天上帝说，什么为你关了一扇门，会再为你开了一扇。那这个这部戏呢？他虽然是我屈就演他的先生，辛苦你了，上帝给了我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儿，也是在续前缘。当然我的这个儿子跟那个大女儿也是都很棒的，是是是，这个再说。大家现在这个地方在脱音，然后这边说女儿也拜托你照顾一下。对，最近都在叔叔照顾的部分。不过我们就是。特别是我在跟他拍这个夫妻争吵的这个戏，对我来说是特别的烧脑。怎么说？因为我觉得吵架这个东西一定要很溜，对。然后那个骂人骂太太的词呢，又是很多很长串的。嗯，那我又希望可以把它讲得很顺。顺，通常骂人一定要顺，不能 K， 不能 K。因为这个我比较有经验。一般大家知道我演的角色都是比较泼妇型的，啦啦啦一整串的，所以这次我突然觉得我好棒，就听人家骂，负责哭就好了。真的真的，想要看刘小艺都不讲话，一定要准时锁定月华，感觉蛮好的。是啊，好了，那宏恩这次跟那个少奇是结拜兄弟，对不对？但是刚刚看到你们这个已经开始有一些那个哇冲突啊，是是是，或互相的不相信啊，或者是互相的不谅解。好啦，那少奇分享一下那个剧中跟这结拜兄弟相处的。喂，在结拜兄弟就拍得非常过瘾了，因为我跟宏恩已经是这个不解之缘，从25年前开始到现在。对，还得唱条歌哦，那今天来唱的是另外一条。然后，其实我这一次回来，我有点紧张。啊，是。2年都没有在三立台八出现。啊，对对对。然后龚副总就跟我说，有一个角色想找你。是。我就说好啊，你给我什么我都使命必达。啊。还有制作人也这样跟我说，我就说，我就心想说，这会不会是又是什么斯文败类啦，或者是渣男？什么垃圾之类的。是。就没想到就给我周盛强。姓刘。董事长。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因为除了他很有钱之外啊。真的是至情至性，然后讲情讲义的一个汉子，所以我超爱这个角色。谢谢，敲敲你的心，谢谢制作，谢谢工作，对你一句那个，谢谢小妹。还有什么要评价一下刚戏老公说的？没有，大家看戏就好。那主要，等一下我说，主要，副总跟我说，是跟我搭戏的是江祖平。我说绝对要拍。
那为什么我跟你说？因为他想在戏里弄死我。被劈腿的部分是我。后来我就跟素月啊，没有。哎呦，好了，不过你在角色里面还有一个三明治的感觉，有个妈妈，你看起来是很孝顺的。戏里面的那个角色的那个演出，会让你觉得很多这种冲突吗？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是家里都在冲突、哦、对，真的就是这个老婆会对，就是对我妈妈比较不尊重。你到底要说什么？不好说，我们还是保留一下好了。好了，好，保留一下吧。你看你旁边那兄弟，果然真的今天跟你用一个感情不太好的状态来跟你在这个现场。对，哎，我递给你了。下啦，请肖娜。对啊，哇，你要演金氏媳妇哎、欸。已经在演了。对啊，看起来好爽哦、喔。你看得很爽哈、喔，演得好累哦、喔。不是，就是说我们在演戏都没有在，就是不用等，直接就看到你在欺负婆婆的那个部分。其实是真的还好啦，就是不是欺负，就是比较严格对待侮辱的部分，侮辱的部分，用一些品味。严格对待品味的部分，嗯 ，sense you know， yeah， 素月最不懂的就是这一点 ，yeah， just like you， 哎、欸，这样那边整排都是跟你吵架的哎、欸，我跟你讲，全部我都吵过，女儿也骂，儿子也骂，老公也骂，然后婆婆也骂，这样讲不正确，是要被他欺负，不是跟他吵，是都被他欺负。但我刚刚有看到廖宇桥呼啦巴掌，我感觉也是蛮爽的，只有你，所以他在里面就变成一个正义的化身，荣幸哎。目前只有我有这个福利，对你今天福利有啊，目前真的很突破，真的很突破。他福利好多、哦，他先亲的那个陈冠霖，然后呼了你巴掌，他现在里面你人生完整了，你可以辞演了。我觉得压力也太大。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比较德高望重的专制之下，然后愿望会越养越大。我完成了这两个愿望，我后面还有其他的愿望。哎呦。好啦，你先跟我讲你许了什么好不好？我有点那个心理准备，心理准备，我会怕。不会啦，你们对戏精彩，我们看起来才过瘾啊！那个爽感都是靠你们，爽感都是给你们啊！当然啦、啊，不然的话干嘛看？一定要很爽，说你们演得很好，我们就很嗨。对啊，丁哥还没有让我们感受到你要给我们爽的部分是。大家好，其实十几年了，是，终于回到山里了，然后十几年了，请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制作人，谢谢副总，还有总经理你好。十几年回到山里来，其实心理压力很大。然后这次接的角色我没有尝试过。那副总跟我说，你就反正把皮皮的角色演出来就对了。那我觉得鬼王这角色我还蛮吸引的。想说因为目前没有办法完全投入到剧组里面，所以我跟着两边在跑。然后我希望。另外一边结束以后，我可以完完整整的来奉献给三里愿望这个剧组，谢谢大家，谢谢。对，那我们应该在这个很祥和的这个氛围当中完成今天在台上这段访问。对，他在讲就是会太那个好了，但是大家这个非常期待这个各位新戏的推出，就在明天晚上就有少奇跟洪恩，好不好？来跟大家呼吁一下那个播出的时间。啊，怎么样？当然了，就是明天晚上，明天晚上就是一个愿望的开始啊，那就是我们晚上8点，我们就要开始作战，开始实现我们大家的愿望。那当然希望除了我们媒体的好朋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帮我们宣传一下，就像我们的预告密集的这样子在播出，我相信大家跟我们的愿望都一样，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我们的成绩一定要让它冲出来，谢谢大家。说的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愿望，然后每一个愿望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只要相信愿望就会实现。明天晚上8点，台湾台最新8点档《愿望首播》，恳请各位观众收看支持我们的成果，只要你们支持，我们的愿望就会实现。我们明天见。耶、yeah, ，明天见，明天见。请大家明天晚上家族锁定，对不对？谢谢今天六位上台来跟我们做的分享。我们要请这个六位再跟我们做一个特别的拍照的安排。我们要请你们这个走到这个最前排，背对着大家。我们从江楚萍小姐啊，正面背面都好看。好好好，来，我们请那个神哥。好。来，我们把那个位置换。
好，左边左边，大家一起看你们的左边。对，好，好，林武华过来。好，可以可以可以。我们第一次这样，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入镜，希望你们都可以留下来，一起来支持惊喜的可爱的画面，然后让我们这个为我们的这个大家惊喜播出之前送来最棒的祝福，谢谢各位。好，好，回中间，回中央，再看深刻一次，来，谢谢。好，觉得 OK 吗？好，来，我要请刚刚六位到齐主评，红恩、小易、乔，还有军哥，我们来到背板前，请大家往哪看？好 ，OK 了吗 ？OK 了，谢谢高总，谢谢龚副总，谢谢，谢谢。好 ，OK。好，那你主评，那主评跟少奇换一下位置，你不要，不要哦，不要吗？好，好好，那你老公给人家勾到手了，好，借他勾一下。好，来，森哥，请他们看一下森哥的摄影机。好，哎呀，我们要给刘小一点福利，他心里面很辛苦，现在可以勾到丁哥跟洪恩不容易啊。OK， 好。好，六位正前方再看一下来，好 ，OK OK 了吗？这张，哎呀，左边，好，好，那我要再请大家，刚有摄影提出需求，要请主评跟那个